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安娜喜，今天要分享的是 Homemade 新出的这个12 Free 的指甲油，一共有四个颜色，不用底油和顶油，作为指甲粉底可以硬化指甲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支自然粉，首先刷头很棒，是宽宽的扁刷，刷头是圆弧状，刷毛也足够软，非常好涂，基本上一笔可以刷一个手指，使用感跟 D-Up 很像，干的也挺快的，一分钟大概就能干了。一层是个淡淡的透粉色，两层也是淡淡的粉，感觉刚刚好。三层的话就有点太粉了，肉眼看几乎都感觉有点荧光粉了。第二支亮片粉，这一支跟第一支的底色是一样的，但是多了一些蓝色和粉色的细闪，我就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的效果啦。其实一层和两层都看不出来细闪的，只有三层才能看出来一点。第三支古典玫瑰，这一支的颜色比较适合黄皮，比前面的两支都好厚一点。涂三层的效果还挺显白的，我觉得一定会有人问我它跟 Camay FC01 的区别，对比就放在这里啦。最后一支从瓶子里看像是砖红色，涂上手的效果更像是草莓红，很少会有品牌把指甲粉底做成这种鲜艳的红色，但是真的挺显白而且挺好看的。最后补充一下，这个系列完全干燥大概还是需要2个小时，味道就是普通的油性指甲油的味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